如何从这样变成这样？我头发是分为七个区域，第一个扎在头顶，第二个和第三个扎在耳朵两边，后面扎四个，扎成这个样子，哈哈哈，好搞笑。然后就可以卷头发了。我用的是32毫米的卷发棒，头发短一点可以选择28毫米，卷发棒倾斜一点卷出来更好看哦。我头发下半部分会卷得久一点，很奇怪，我头发下半部分属于偏细软发质，上半部分属于偏粗硬发质。卷好第一缕了，千万不要学我习惯性卷毛，用手弄一下。后面都是重复同样的操作。又漏掉了。另一边要换一个方向卷，不要学，小心烫伤。头顶分两缕夹，头顶不要停留太久，把头绳拆掉。我喜欢用梳子把头发梳开，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太好看了？快学起来。最后再说一句，臣妾 YYDS。